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我已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，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，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我就说主耶和华，我不知怎样说，因为我是年幼的。耶和华对我说，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，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，你都要去。我吩咐你说什么话，你都要说。你不要惧怕他们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耶利米书一章四到八节。你是我心的门。
歌唱敬拜我们的主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刑罚，被神击打苦待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了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了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以赛亚书53:4-6。